本节目由生而为的勇闯天涯 Supex 独家冠名播出，街舞精彩嗨不停，火锅绝配小蓝瓶。本节目由生而为的勇闯天涯 Supex 独家冠名播出，街舞精彩嗨不停，火锅绝配小蓝瓶。这次是第一次小黑屋是队长送礼，嗯，给石头送了一个跳舞毯，孩子的，啊，还有一个唱 K 的一个那个，因为他跟他孩子很亲，我觉得他对孩子肯定会特别疼爱，然后还送了阿 K 桑是字画是吧？对，我觉得他对这个中国的文字啊，还有笔墨，他应该很喜欢。问他那个鱼皮画，因为我民族赫哲族嘛，他以前是有用于。鱼皮做衣服，他后来 get 到你的良苦用心了吗？这汤太烫。一心送了彭大什么？那个 GoGo 啊，他就伪装成那个摄像拍摄的导演，跟着我一起进去，因为我想有一个大神来到这个房间里来邀请他的话，更加体现诚意啊。也有一些压力嘛。所以一心送给崩塌的是 GoGo。 那么 GoGo 你是怎么送了什么拿到手？帽子，因为舞者嘛，他 locking 的舞者对于帽子还比较讲究，就像我也喜欢戴那个 cap 帽子。还有你那个 empty pop 大白可以抱他嘛，很温暖嘛，就我们给你一个大大的怀抱。一博，你这边最体现性格的是送给杨凯的。哦，对，一个那个冠军的合影。杨凯拿了这个照片之后非常的感触。然后还要送给他小孩的一个礼物，他不是刚出生吗？8月4号。对，哇，还来个金子哦，是不是送给我儿子的？杨凯说，哎呀，你看我们队长就是这样，平时话少但是都记在心里。黑屋真的是需要经验的。你最厉害的是宋春林哦，那个时候哦，他上一季他的皮肤有一点青春痘，有点发展的非常好，发展的非常好，发育的非常好，所以我给他送了一些最亲他的一些青春痘，然后你还送了巴里斯一个电子字典，可以多多学习中文啊，你送了一个字典啊。他什么反应？哦，我喜欢这个，我会用的。我会 ，OK， 我真的很喜欢。我以前拍一个戏也是拳击的，我有一个女儿，她正好过生日，我就送她的一个词典。她收到这个词典啊，爸，我给我一个生日礼物了！我一拆开词典，马上就脸。谢谢爸爸。Boris 其实也是这样的，他出来就说哦。送了我个词典，为什么？好棒，喜欢喜欢。我一开始想要 Zico 来我这一组，所以我跟 Zico 说了一大堆什么什么，这个我们可以做这种音乐，这种舞台可以用这种动作，什么说了一大堆，我真的说到我流汗了，真的。我一直在说他还是在一直在听。Oh, right, we can do, yes. But I'm sorry, I'm with hanging. 我就跟他说，最后你就让那个 Harry 跟你说，你就不要打断他。我有个问题，就在 Nielsen 的时候，是不是庚哥跟一博都选了？那最后是怎么，哥你让给一博的是吧？黑屋也能让的吗？我说我弟弟一博，非常需要你站在他的战队。
我说我希望不要给你太多压力，跟随自己的心，你来选择。哦，所以有点小失落嘛？他最后真的 follow hard 了。给弟弟有什么失落的呢？嗯，给弟弟有什么失落的？我现在有经验了。是，但没机会了。但没机会了。我们今天都有自己的那个战队之家嘛，你们当时都是怎么迎接队员的？对，我因为那个传统，我们中国象棋有点太复杂了。嗯，他们在认每一个字它是什么的时候，他有一点搞不清楚。于是我就把那个象棋就全部翻过来，就跟玩翻牌是一样的。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就翻吧，只要翻到那个炮就是。嘣 ，Poppy C 尤其喜欢那个嘣，然后 Poppy C 跟我玩的时候，他就一直打到自己的子，把自己的子全部打出去了。根哥这边我们发现是在包饺子啊，对，这确实是非常北方啊。因为饺子嘛，就是代表家庭团聚，所以我也希望能给队员到的时候有一点温馨的感觉。谁比较会包一点？没人啊。就是你包的最好是吗？除了我以外，没好像没人会包。然后一博这边是全体煮面条，我也不知道怎么就他们自己就开始煮了。你早说从我那边拿饺子去，一大堆。然后 Harry 这边就厉害了。哦，对对对，我们是有为了一个新来的，嗯，专门去设计了一个欢迎的一个舞蹈。嗯，你说春天来的，你说秋来那是就跳的那个舞，然后比如说 Boris 进来的就给他这每一次就花手那来的这个，对，所以就我们那边比较开心。那会不会比如说今天哎，我们要马上设计好了，啊，队长要把谁带回来，结果那人没回来，太坏了，这个就不说了吧。谁呀、啊？是谁呀、啊？不说了，我伤心。今天火锅间迎来了几位80、90年代的街舞舞者，和来自队长们一起分享自己的童年回忆。有请。来。Happy C 三，还有杰哥。在。Hello， 一星一波。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guys. Well, thank you, thank you. Enjoy. 蛋糕。Happy C。Good. So popping cake. Popping cake.Hi, how are you? I'm not father. You good? 上次好帅啊，今天。队长，队长，别走。哎，是不是少一位？在排练，他刚晚点过来。哎，这个蛋糕要不要分一个？这个我忍不住。我来分吧，哥。谢谢一心。哦，谢谢。哦，谢谢。Yeah, I wanna share this with you because before, back in the day, I shared this with my family, making by my grandfather and mother.And every Sunday we eat this in family. Oh! We are like family now. Yes. See, see, our family, he's a big brother. Yes. Yeah, big brother. I call him Godfather. When I saw Hangun and Aki-san performance, it was so nice. And Hangun, you know, I call him like Godfather. Hahaha.
Yuri is a brother too. Brother too. Ibo is a little brother. Yixin is a honey baby. baby. yeah. 宝贝。宝贝儿，宝贝儿。本节目由生而为的勇闯天涯 Suprax 独家冠名播出，街舞精彩嗨不停，火锅绝配小蓝瓶。来，我们吃了小龙坎，跨过所有坎啊！来，大家来涮起来，涮起来。想问问 C， 以前有吃过火锅吗 ？Have you eaten a 火锅 before? Hot pot? Yeah, I love it. 你吃过哪些印象深刻的中国美食？So out of all the Chinese foods, which ones do you remember the most? 7 seconds. 1, 2, 3. 好好好。呀，好土好土好土。这个我也不知道。I didn't know. Really? Thank you. 我推荐一个菜。蚕蛹。Oh no.蚕蛹是要怎么翻译呢？蚕蛹就是，你是指那个夏天的知了的蚕蛹是吧？那个黑色的。啊！哦哦 ，this worm baby. OK OK. You eating bugs? His godfather suggest a bug. 一博会推荐自己吃什么？胡辣汤。辣汤，胡辣汤，不就说牛肉汤，牛肉汤。Little brother suggests beef soup. Beef soup, very good. Yes. 家乡美食。Wow. Nice. If you have a time, you can go my come to my hometown. I wanna try. 也长沙 ，you know 长沙。Oh, so spicy. 他知道。我每次去长沙之前就把肚子先留空，去长沙就吃一顿好的那个，哎呀，太好吃了！还有粉儿，哇，长沙的粉太好吃了。博哥在长沙拍戏，拿一个这么大的碗吃粉，然后我看他胖的不行了，我说哥，你怎么胖这么多？我每天他妈吃这么两大碗粉，我真的。我要推荐。臭豆腐，哎呦！太好了。Good smell. Oh, oh.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The tofu, it smells bad, but when you eat it, oh, so good. This is what?当当当当！哦，就是这个。哦，臭豆腐。The smelly tofu. Oh, the strange one. 现在味道从这个盆子上面的残留的味道来说，还是很正宗的，正宗的。哦哦，嗯 ，really close. Oh yeah. He's strong. 哦，我去洗个手，好不好？怎么？哇！够味儿！哦。哦
哎，我闻不到哎。啊？嗯。哇，好浓的味道。哇，好香啊，这个真的。这个油汤一定要的。嗯，加个臭豆腐，味道怎么样？正常的吗？正常还有哇，正常的，就是豆腐，没有这个味道不是，就有点太明显了。你闻我手，I have to try. You don't eat? 叫什么？I love it. Yeah, I saw it. No, no, no. Good.So so, it's okay. So so. You 喜不喜欢吃这个？我喜欢这，但是这个太辣，我吃不了，一点辣也受不了。不辣。辣的，这个已经。不辣，不辣，不辣。一星好不容易拿过来，你就尝一个。Don't listen to everything Godfather. Why? He's a bad 坏人。我怕他给我记仇了。Popping C 给大家分享了这个提拉米苏。杰哥好像也有东西跟大家分享啊。四川方言词典。其实如果我纯说四川话的话，可能只有异星队长能听懂一些哈。我也能听懂。我也能听懂，纯的四川话，啊，纯四川话。昨天跳了街舞，早上起来，二货、金行、倒拐子、客西头、螺丝拐拐，都有滴点不安逸。然后我们有拉了二胡，中间不是说了二胡？没有，有，你再想一想，螺丝拐拐。螺丝怪怪的。昨天跳了街舞，今天早上起来又不说又不安逸不舒服。对。哎，莫不好意思，也莫放八旗子，国里再大的白衣剑或是小李子。哇，这好帅啊！这。小李子，不好意思，什么？我是小李子。我不好意思，我是一个王子。叫做不要不好意思，也不要别犯傻。这里再大的牌，以前都是小不点儿。See, understand? 对。三儿要变魔术哈。Battle time！ 啊，我咋办啊？我一会儿变魔术，我好紧张啊！来，我给你变一个，随便选一张。OK， 我也再随便选一张，选这一张吧。好，来，接下来你跟我做同样的动作，折一下，交给我。然后呢，我把这些牌插进去。再翻个面，打开它，牌混在一起了，对吧？嗯。现在这个牌呢，两个空间，这边是一个空间，这边是另一个空间，所以呢，只要慢慢推。哎。这边就会变成背面。真的吗？哎！哇！我再慢慢推这边呢。
如果填在这里，撕开。还是一张牌，还是一张牌。哇！哇！我一会儿怎么办啊？你就别变了，真的，你就回去吧。你带一东北词典过来得了。这神奇吗？有一点神奇。你真的回去吧，现在从那边再发一个人过来，大家开开心心吃。Hello。莹莹，你坐在三儿那儿，三儿现在要走了。走，我以为是这样的。哎呀呀，踩你！但等一下，如果要是没变成功的话，大家请不要怪我。哦哇，好神奇哦！这个要在这儿变啊，要远一点是吗？啊不，太远了，我能近点吗？我要过来看看，我要看看。庚哥，他跑那么远就是为了离你远一点，你还跑过去？别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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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也不准超过肖姐这条线啊！哎，好。那这是一个一元硬币，放在这里。那我把它拿这个杯子盖住，啊，然后我把这个。就是，哦，哇！我所以呢，我接下来要把硬币变没有。大家觉得硬币还在里面吗？哎，还在，在。我看一下啊，哎，硬币还在里面，哎，硬币还在里面。那好，我们接下来开始，三、二、一，哇！哎，这哎呀，哎呀，太烂了！我们装不知道，我们装不知道。不是。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哇！哇！哇！啊，不是吧？继续。哎，三儿，你先站起来，站起来。啊！等一下。啊！等一下。大家觉得硬币还在里面吗？我看一下啊，哎，哎，哇哦，太明显了吧这个，我觉得还蛮神奇的。三儿，我真的有一个。各位朋友们，我把这个放到我的那个皮肤里面，真的，这个会到里面。OK， 我要先把它抹一点，你看，哦，等一下，再一个，等一下，哇，在脖子上，在脖子后面，在脖子后面，什么在我脖子？没有在我脖子，我确定，真的没有在我，没有撤退可言。没有在我脖子上，我确定没有在我脖子上。你不要过来啊！我确定没有在我脖子上，真的没有在我脖子上，什么在我脖子上？什么？其实我没有看出来，我没有看出来。我知道你的感受的，我知道你的感受的。这一般人啊，你看你这个，特别是那个 Godfather， 是我这边看着很神奇，这个位置很神奇，非常神奇。我觉得很厉害、啊。
哦，艺昕什么？我觉得您再说一遍。我觉得很厉害。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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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看，所以通过这个环节来知道为什么艺昕叫宝贝儿了，明白吧？我还有最后一个大招，大招，对，大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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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这是他计划，计划，刚才是故意的。这是一个硬币嘛，这是个纸巾嘛，然后我把它放在这儿，然后我把它折起来，把它折起来。那我们首先呢，要确保硬币一定要在里面，确定一下硬币在不在里面，在里面，在里面，绝对在里面。摸一下。在里面是吧？在里面，在里面。哦，接下来呢，我就要把它变没。首先，我要从左手，哎，不好意思，从这边手，从这边手，从这边手，掏一个。哎呀，哎呀，太明显了，太明显了。哎，这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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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这个有没有够？我怎么做的？哎呀，我来一遍，我来一遍。来，真正的魔术师来了啊！他是是这么点，啊，对，这样就会露出来吗？啊，对，嗯，对，那么轻啊，对。他先说这个兜里啊，不，放这个兜里的时候就已经掉下来，放到这个兜里了。哇！哦哦哦哦哦哦！大家，我的鼻子啊，不是普通的鼻子。你看，这里啊，我可以，然后，哦，啊，这个有点意思。哦，啊，这可以，可以，可以。哦，哦，哇，这个可以啊！哇，叮叮叮！哇，我还有一个，还有下一个，变一个最神奇的吧。这个昨天一博队长变了一个心灵的嘛，我也要搞一个心灵的。我好，然后这个其实我事先准备好的，晨晨你帮我拿着，我要准备几个道具，哎，蘑菇，哦，香菜，然后纸巾，然后现在这三个，一博队长你选一个，选纸巾，好。那我们把纸巾放在盘子下面，你一定会觉得，那我选什么你都会把它放在下面，对不对？但其实不是。接下来请你任选一个。选蘑菇。那请拿到手里，这是你自己选的。接下来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我要打开这个事前预言的纸。然后写的就是我拿着蘑菇是吗？对，我写的是香菜在你手里，香菜在你手里，香菜在你手里。别忘记了。香菜在你手里，蘑菇在我手里，纸巾在盘子下面。来，顺序记错。我是第一次遇到，我自己把答案给背错了。不好意思，我换个人，走吧。哦，这个应该是一博打开。哎呀，我忘了。不是，你选一个啊，你选这个。好，那这个给你。对，你应该是反的。我选蘑菇，你把香菜给我。哦，其实这是一个幽默表演。对，所以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三儿哥哥和一博哥哥给大家
完美的诠释了一个成语，叫做班门弄斧。那昨天那个魔方到底是什么？大家可以告诉我。不好，这个。这样，我们录一趴是这样。现在我们请一博来教我们这个魔方的秘密，请讲出来。然后这三二一，大家都听懂啊。现在我们请一博来教我们这个魔方的秘密。哇，跟我的方法完全不一样。其实反应不是这样，其实反应应该是嗨。啊，重来一遍。现在我们请一博来教我们这个魔方的秘密。嗨。哦，原来是另一种方法。好，来，那我们叶师傅吃完了吗？嗯，好。来，把你带来的才艺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吧？哦哟，还有带才艺啊。哎呦，哦，这个，然后这个是节奏杀球，是非洲果实嘛，所以叫阿萨拉特就，嗯，哇哦。感受一下，就是摇的，对对对，嗯，抓住它，嗯，就可以摇。那你确定要庚哥来配合吗？是，哦是，哦，哦是，哎，哎。拿了一个这个做这个，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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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他在节奏上面所有的东西都很厉害，他就教我这么拍打节奏，结果把沙发、桌子所有的东西都拿过来敲。我也是，我到什么地方都会用那些声音。这就是街舞，不是二舞，不需要装酷。这就是街舞。好，来，我们干稍微干点正事啊。我觉得今年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们这个四个所谓的团队秀啊。世界一流战队先给大家带来的是那个月亮代表我的心，这个排了多久啊？哦，这个很快，就一个小时。一开始就是想给就国外的 dancer 一个机会唱中文歌，我刚好有那个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然后Boris 跟 Roska 也非常好。就是喜欢唱歌，但是那个 Roska 真的他发音太好了，对，嗯，他应该好好的学习中文，好有天赋。一星队长是跟 GoGo Family 的这次合作，怎么想到去跟他们来完成这个才艺？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应该表现什么，然后来了以后他们说他们有一个表演，问我要不要一起参与，然后我说那我就弹吉他吧，然后节目组在昨天就帮我搞了一个吉他过来。まずだってまさかレイさんが一緒に出てくれるっていうことも考えてなかったので、まずはもう本当そこがサプライズというか。でも音楽のギターもすごいくねレイさんの初めて聴かせてもら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こともすごく嬉しいし、すごい感謝もあって。之前没那么排练前面那一趴，然后后面那一趴那个舞蹈就是，哎，连环会，要的就是不行，要的就是不行。而且昨天亨瑞队长还看那个 Top Box， 还他跟他们沟通说想试一下。哦，这个是我一直想试的一个乐器。哦，那个太帅了，因为他好像只是用口型，他不用出任何声音。对对，你直接弹就行了，就放在嘴巴外面直接按的话，你会听到一个音，
哒哒哒哒哒，放到嘴里就哒哒哒，哇哎哇啊啊啊！这是我一个没试过的一个乐器。买一个嘛，你买一个玩玩嘛。哥，买一个给我吧。好。做自己的那个街舞。送个礼物。真的吗？是吗？嗯。什么？不就那个一个管吗？五金店有的是，没问题。Harry， 你只告诉我那个管你要多少米。He's a bad father， 是坏人，坏人，坏人，坏人。坏人哥，我不用。谢。然后更队是来了个民族舞。那也是真的，我小时候，就所有在民族大学的男孩子都会跳这个剧目，叫《奔腾》。我认真的说，我看他跳的，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们以前一起练习的时候，就看到他跳了一点点一点点，然后看到他跳那么长的一段，真的就很爽，很感动，然后就歌太棒了，真的，我是这是真的。谢谢弟弟。哎呦喂！而且我也确实好久没有去跳了。而且他终于踏踏实实的、完完整整的跳了一次蒙古舞，在我们的节目上。对。而且你们是什么时候琢磨出来最后要玩个小彩蛋的？收音大哥更感动。我那时候我还担心那个收音的人呢，因为他在旁边，然后突然间。音乐出来了，我说：“哎呦，快点躲开，躲开，躲开！”然后就一起进去了。其实当时我们在彩排的时候，我们在想，我说要跳舞嘛，无论是不同任何人、不同的职业，都可以去享受他的那个过程和享受他的那个情绪。但是这段是真没彩排过，这段是临他们上场之前，下面跟我们说，说一会儿他们要有这么一个小设计配合一下，只把一心框进去了。哦，我也是，我这是觉得哇，我觉得特别不容易。然后那个时候就心里特别多的感动，然后突然间，而且导演那个什么 follow PD 什么全上来了，对，都上来了。啊，不行，那马上要下来。我看根哥也没啥事儿，但是感觉应该要下不下去，应该是根哥是有什么事儿，只是不想让我们看到。我特别 respect， 然后突然又放着音乐，又开始跳起来，然后一堆人跳起来就哇，炸掉了。化妆老师，本来他想喷完就跑了，我是直接乱拽给他拽过来，他就给我一波喷着跑。我觉得很开心，反正跟大家这么跳舞还是另一种方式，还觉得挺开心。哎，我觉得很好看。我觉得葫芦娃是我觉得这次大秀就是特别有故事，然后又有编排，又有跳舞的那个正，就是很正的部分的。你这是怎么想的排葫芦娃？不是我排的，海哥排的，不是联欢会吗？他想闹起来，说好玩的。本来他说他是隐身娃嘛。说他说他全场就全程不上场，把他位置空出来，说隐身娃去哪了，一直隐身在台上呢，把他位置空出来，他想的，哇，这个海哥真的好。那大家也吃的差不多了，那现在我们来玩个游戏啊。这个游戏呢是舞者平时最爱玩的一个游戏，是什么呢？我们看漂流瓶里面这个游戏的规则在里面，扔水瓶儿。我们呢现场分成两组，然后我们通过转瓶子决定出战的顺序，一人三次机会，看谁能把有半瓶水的水瓶抛起来之后可以立住。以桌子左面一对，桌子右面为一对，好吧？我们转瓶的决顺序。这可以。在哪里？在哪里？我们在这儿吧。一人啊，三次机会吧，失败了就换人，失败了就换人啊。好，你们组先来。那万一我一次 OK 了，那就算积一分，我们换下一个人。
哎呦，没，没错，练，没错。刚才发生什么事情了？大提琴睡着了。谁先来？第一个。好，还有这边，你们先出战。一次。Go。啊、哦，没法了！哎呀，哥，哎呀，哥放弃吧。哎，下一个，一心。太高了，哥。哎，哇，这个好难哦。全队的希望，哇，这怎么要这么重啊？嗯，这有了。来，我们都来看看谁能先成功啊！看谁先成功。回来吧，同学们，谢谢大家今天一起来参与火锅局。老规矩，街舞精彩还不停，火锅绝配小蓝瓶。最后呢，让我们说一句，收工吧，一起火锅吧，谢谢。有没有那种赛车的感觉？哇，这可能追分的这个感觉太爽了吧，疯掉了。挺考验队长的反应能力的，真的是瞬间反应太刺激了。今天这个看着真的是爽。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啊，对，我就很奇怪后面为什么没有上。对，他一直躺在那边。 OK， 我可以，我说我不可以。我跟那一轮真的就是我跳疯了，冲上去就不知道音乐是什么。他两次出场玩的都特别好，一次跟是一次跟那个我是那个啊，那我然后突然间先来的那个。在漂流票当中呢，哎，每个都有一句话，一博你来打开它，看看这句话适合在座的哪一个人。庚哥，哦，我觉得很适合我。啊，这什么意思啊？那不是我吗？打开电视，用酷喵看一起火锅吧！大屏有福利，真享更好看。上 UC 先人一步看头条资讯热点话题。我去洗个手好不好？我闻不到。好浓的味道。